连包括确诊者、密切接触者的框列范围，现在也要进一步修正。像是从八号开始，原本的旧制像是框列居隔对象有这么多人，八号开始只针对确诊者的密切接触、同住经友才会进一步框列为居家隔离，其他的家人、同事则不用框列，就做好自主应变。职场确诊者的同事会以有无症状，还有是否打满三剂疫苗满14天来分高低风险，再来评估是否要进行居家办公或是快筛。起来做一点改变，要么就很难来因应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疫情。大规模疫情来袭，隔离政策却朝向再度松绑。八号之后，确诊者、密切接触者居家隔离框列仅限同住亲友。以前是可能有染疫就一定不能来。一定就不能出门，一定不能跟大家接触。Omicron 它轻症的多，在一定的条件之下，可以正常生活、正常的工作。至于职场如果出现确诊者，防疫措施有新名词，改为自主应变，分为高风险和低风险者。有症状皆需快筛，无症状则分打过三剂疫苗满14天，视同低风险持续工作；没打满则需前3天居家办公或自我隔离，需要观察7天，但通通不会在收到居隔通知书，同寝室都包括在我们的所谓的同住亲友，这个里面，那这个会开居隔单，其他的就没有居家隔离这样的一个情况。同时取消居隔对象的电子围篱措施，仅剩居家检疫或居家照护中的确诊个案，活动范围受到限制。宣布5月8号开始，那5月7号。开的人是不是会算在这个？还是一样，就算说新的，跟我们上次一样，就也用新的。你现在如果是已经是不需要的，那就解了。就怕制度赶不上疫情传播速度，政策滚动式调整，替防疫量能危机解套。记者张春六、魏晨台报道。